我们是好久不见。今天是五月天2019的五月之约，在香港迪士尼的第二天。不但要谢谢你们，我也要谢谢这一场雨，因为在我眼前的，我看到了一片蓝色的海洋。因为来中间呢，我觉得真的很激动，因为五月天很少有机会这么接近大家。当然，那个除了昨天冠佑呢又去了这个旺角女人街接近大家之外，哎呀，如此的靠近，你又去了。你来到这，你不会想去香港很多地方走走吗？当然，嗯，是的，嗯。那女人街你昨天去那里买点杂货，你把那个叫做杂货那个就有卖很多衣服类的嘛。哦，你买衣服啊？我上次去女人街看到通通都是那个女生的内衣。你买衣服是你自己穿吗？对啊，都是女生的用品。对啊，没有，他也有男生的 T 恤。哦，啊，点一位那个男生好了，好不好？男生那边有一位呢，就是跟旁边的女生一直说话，然后并不是很理那个五月天的男生，就是你了。喂喂，五月天有个问题要问你哦，五月天有个问题要问你哦。雨这么大，气候这么糟，你的发型为什么这么完美？顶改呀！那个你是跟谁一起来？哇！三个女朋友，啊，两个女朋友，一个男朋友，哦，大佬啊 ，Happy together， 哦，那个，这些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嘛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你们要商量一下，今天呢要为大家全场的25000人点一首歌，大声的喊出你们要点的歌，3、2、1，雨眠，哦。想你的掌握的，做你讲的话，放水老是风吹。早离开地球，你放不记，希望莫想起，你是彼粒星，划过我的天顶。这一次的演唱会叫做《蓝》呢，其实就是纪念了五月天的《蓝色三部曲》发行20周年，所以今天呢可以说是最蓝的一场，因为每一位都穿上了蓝色的雨衣，所以今天感觉呢特别的有感触。我们都曾经说过呢，有一天呢，五月天80岁的时候，还希望跟大家摇着荧光棒一起大声的唱着。